觉得我想要冲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你选择这样。哦，你就只能就找老号把手。因为我就要把电池充满啊。是他吗？哦，对不起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就是前面。嗯，我不知道。二选一，我就最近应该是后面。是啊、哦。嗯，那就是招呼小孩。嗯，对，这车我看到已经停第三次了。是，继续。嗯。我们要怎么去那边？哎，你刚刚问说有没有地图，我忘了秀给你看了。哦，我忘记确定。就那个红衣服的人。很平很平的，一直用力滑过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小跳台啊，这么缓也可以跳。Finish， 不是，是 S， 是 S 滑滑，然后还有一点小波浪还是怎样？中里，哎，那里有一个门。你看，它也是属于完全没有东西的哎。十八格哎，你说很长哦。你没有看到了，很远很远。嗯？为什么这个不开啊？嗯？而且这个说是初学者，对啊，那个还说初中级耶，但他不看。那个是下面的缆车吗？还是那里？啊，不管是不是下面，总之他没在动，就对了。对。啊？还是说今天其实这里也没有红线滑？在车地方吗？我没有调查呢。我是说，我记得这是左边山头，右边山头就是未压雪区。好，看看这个人，他站起来以后，嗯，他休息够了，嗯，行吗？速度加快，速度加快。不太行，不戴安全帽，尤其不怕撞到头嘛。嗯，好，不行就戴安全帽保护自己。因为其实就算洗的人也应该戴安全帽。嗯，因为他们做的动作可能更危险。他的这个是中间有棒棒的。对啊，你要踩吗？没有。但是从这里看起来，觉得棒棒好像很短。你说脚踩踩上，是给小孩子踩的棒棒，大人脚起抬用力一点。我是说那里有个门。所以啲人啊，佢放开度过啦，放开度就系咁样噶啦。过啦过啦过啦。平地啊，意思。这个人踩，佢呢度咧又系又起伏。即系撞到埋。踩这个棒棒。坏掉了吗？不是坏掉，是。他觉得不想滑了，还是怎样？我看一下，这个轨道也不像被弄出馒头了，而且这么的缓。亚贝，嗯，这是另外一个门吗？还是我刚看到就是这个门？门就是刚你说那里有一个门，因为这个门的角度怎么跟我刚看的有点不大一样？我刚看它是对着我。为什么那里有人下来？嗯？为什么那里有人下来？是好问题。还是说啊，这个可以往左走？
高。没有哎、欸，这没有到那么高。那你觉得？你说中间可能有一条路吧？那里会不会有一条路？有可能。不然这里怎么可能有人下来、啊？或者是最左边有个山头，那个缆车有开。总之就是有替代路线，就缆车就对了，所以那个就有没开的。那看起来从左边来的。黑 label 是什么 ？Sapporo 吗？不知道。沙，我只看到 Sapporo， 秘鲁有 Sapporo 秘鲁是上牌。哦。下牌。眼睛挺好的嘛，我都还看不太清楚。那红色的字是什么？看不到。鬼叫什么？这么缓？搞不好他在录影。就是 YouTuber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堆人下来了。嗯，这边就是我想去的那个山。哦。但是它只有一个缆车可以上去。嗯。不过我猜这些松雪早就被划光了啦。哎呀、啊。嗯，这个人的姿势挺低的，超级低。对啊，但他脚应该很帅。嗯。哎、欸，目前为止。不讲话，谁不讲话？目前为止，这还蛮顺畅的。刚刚只是变慢了一下，出发不就停了吗？我看我的还是很低电量的這樣子。对啊，你让我看，我去，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做这件事。我摸萤幕的话，它就会比较耗电的吗？现在是7%，好惨啊，都你啦。我冲一下，我怎么知道到出发前为止你都没有插着它呢？什么叫出发前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以前我们的习惯，我们可能会我是回家会让它插到，然后后来直接闪。总之我们就是没有负责冲完才会那个，才会那样，才会怎样？以前我都是满很得意跟我喊说，今天电池只有1%，只有1%，就是还只有用掉1%，一直讲。然后就早早把我电池拿走，因为我回家了就有插着，你就说要把它充饱一点再出门。没想到你都用到剩的，你以后不要太早，因为我这颗没有像你那颗那么急，要急着排充电，不是吗？哦，是你那颗充太慢了要充电，但是我这颗好像晚上应该是说我是照时间做的。那、啊、第一件事重要的是 Kobe， 然后不用 Kobe 我就会急着做第二件事，然后我的就没电了。嗯啊。插着充也不足以应付他要的电力嘛，是还可以，我看一下，怎么还在？哦，好了，很好，他萤幕已经按掉了。我看一下，又要看什么？嗯，你确定这角度不会太高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怀疑这件事。我会觉得太高哎、欸，因为我就说了嘛，上次新野的你几乎就是拍着地上。所以我怀疑你滑雪的时候会稍微看下面。会啊，看地上啊，看地上有什么凸起物，以免我摔死，好吧？有吃饭团有好一点。嗯啊，今日就变，我是觉得，而且啊，有一个种，他晚餐要不要就去买爆蛋饭团？都可以啊。我想要吃肉。我想要吃肉的，都可以啊。我没吃过，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时间什么的。不用啦，就回家就好了。五点出发的车，我们不是6点多出发的车吗？哦，我说五点从 ITS 出发，然后理论上5:10多到车站，应该够我们的。对，六点对，够了够了。饭团跟很快、啊，是很快，还可以坐着吃，还有味噌汤吗？有吧？有啊，现场吃啊，都懂。这个人是想往上爬还是怎样？你说绿色人吗？那前面有2个人在那里。那很奇怪，他刚刚那个地方，我也不知道刚刚那个地方到哪去。我觉得是左边唯一有开的缆车上去的。哪里有缆车？有啊。好了。
还是这里真的有一条路，在那个人穿想穿的地方往左，似乎可能可以。没看到路，是让大家滑树林的地方吗？不是吧？不过好像确实有一道，不是吗？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路。我觉得不是路，但是有人有一个前人开的树林路。碰到这种路，你敢进去吗？我不知道我现在会不会撞树。好了，右转下。有哎，我看到有人在里面。还是那里有路，你要后滑啊！我不要，我对那个没有兴趣。他马上就倒了。右边啊，都可以了。不是很平呢。这里怎么会长成这副德性呢、啊？叫大家不要过去啊！没有，他只是没有那个而已啊。对你想要进去跳吗？就只能直直撑，只能直直滑过去而已啊。跳啊！不用跳啊。要吗？反正一开始没什么事。有没有动力啊？我觉得动力不够哎、欸。动力不够了，早上的按摩现在就用光了，大腿疲劳了。好了，那就是唯一的缆车哎、欸，在那里看到了。往左冲啊！那不是往上跳吗？往前面左边冲啊！左右棒棒，这种坡度你可以吧？你先。你先呢、啊？我先。我跟在你后面啊。你说就是跨过去，跨过去，跨过去。对，每个都要过哦。好慢哦。
好了，进去，可以进去了。我觉得那一边应该还有什么缆车哎。两个哎。但是走那边太累了，坐这个上，然后滑去右边好了。不是有我们该弄个机型来？啊？我看过了啊，所以上车太后面，选我太后面。都走都走，自动转慢。嗯，自动转慢。要他负责啦。很强制。啊，停。又要滴水了，又要滴水了。这里已经算是中级以上了呢。嗯，就是小美眉也来也行。不过好像有一个绿的滑板，又会从刚那个地方回来。嗯、然后右边那个的话，就是全部都是红的了，嗯、而且全部都喂下去。然后那里就是什么天使格兰。哦，就是说饭店。嗯。这里还有滑板车，我应该来这里啊。只是他只开了一台这样。两台啦，有眼睛花吗？对啊，啊，只是他只开了一台，不是吗？两道线嘛，哎，一个没有开，没有动啊。你以为两个都在动？嗯，不是，我以为有两台车在动，但是我到前面有一台没有在动，我以为有三台。啊，是两台啊。哦，那天使板就是超级贵。那他没有超级贵。那边有一堆人，我觉得那边。那个是魔毯，那是魔毯。那些一堆人在玩魔毯。在上课吧，我觉得。饭店的前面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它围起来红色一区，那一个感觉是。你有鼻子被压扁。我有去查，我就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再吃一个药？后来我查了，我的药王一天只能吃一。那些人全都在魔毯上。对。你说他们被运输中吗？对啊，你只是你要看久一点，然后拿树当基准。然后就有人离树越来越有远，或越来越近。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只觉得那边很多人啊。有，他们站在魔毯上。所以我们不用去那边。魔毯免费啊。这边的风景比较不一样，就是这种尖尖的树。嗯。不然其他地方都这种，那种树不好看，雪也站不住，那种不漂亮。嗯哼。但是拍得到吧？嗯。现在还有太阳。再撑一下。你看它很多黑果子哎。嗯。哦，我看到了。什么？黑黑的，要不是它是在树上，那个大小，被吃光了。你是要说被动物们吃光了？那个大小。这里有没有雪猴啊？左边是像树叶的东西，树叶一草一草的，没了。这些树种是都不一样。棕梨，这缆车也很慢。好啊，那我原来的目标是那个缆车。嗯，那个是刚刚那个吗？就是我们没上的那个，因为推过去有点累。嗯，这里的积雪量看起来就这样而已。这一面，嗯，还弄那么大一个字。他是给谁看呢、啊？哦，给开车的人看。对啊，那个是高速公路吧？是吗？单向还有一项还有三线道哎、欸。三线。对啊。这道你行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没压雪。就是慢慢下，我大概跟 NASPA 的那个我们唯一滑过的黑线差不多。
我的估计。好啦，那这样我们先滑左边的，因为那是正常一点的红线。然后左边滑到下面就会跟刚刚那条路一模一样，然后又再做一次这一台，然后再跑到右边，热一下身比较好。想滑松雪的，好像也很高兴这里啊，但这里感觉有点高哎。札幌秘鲁，既然贴在柱子上，那它就是永久赞助了。哦，往左看是看得到，往左看看得到岩月啊，有啊，你看有鸭血不是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有啊。上级者 course challenge van， 看一下方向，先直直看吧。应该是直直走是红的吧？因为你不觉得就回到那个了吗？好，四个方向要拍哪边？先拍左边。左边。左后方啊，那是岩原吗？那是岩原哎。不是叫，是这是个雪道，想滑的人可以滑。但是从这里看过去，那里就没什么压力了。对着岩原拍照。好的哟，啊，我不知道哎，现在看我是有一点小压力。簡單說這樣的大的家伙，我想要很多來對啊對啊對啊，好，要等你嗎爸爸？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太近了啊，我还停不下来啊，就快要卡到你的雪板下了。我怎么了？我要撞上去了。这里是一个小松雪区，也可以滑。如果要练习的话，我会先从这里开始练。不过我们还是先走前面吧。我是说强度的问题。对，先走，先滑还是正常的吧。所以前面是哪来的？你要这里试啊？你要试这个啊？那就只能直直滑啦。你是想要插进去吗？我没有要插进去啊，你滑滑看吧。为什么我就冲出来了？
这里不能跳，但是可以轻松的滑，就直直下吧。这里就没了，没了。用对面是啊？对面是哪个对面？是对面还是？对面。对面。等一下我想一下。对面神力高原。啊？怎么又说？的背后。嗯。神力高原。我们饭店不是也可以看到它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饭店在右后方。那用现在的速度冲去下一个缆车看行不行？哎，不滑刚刚那个了。你说想再回去试试看吗？嗯。也可以啊。先看看全部的椅子跟雪道吧。好，那就下一个。对，冲啊冲！太累，这是唯一的高速。哦，这个可以放下。要坐靠边还是靠中间？怕滴水的话。怎样？你要靠中间。
一边，靠，双脚中间。是好热哎。对啊。那我要放哪边？就不知道啊。今天是有可能滴水的日子。嗯，好，这好像是最右边最后一台车的。是啊，我原来要坐的是这一台。但是那它这条是废了吗？地图上怎么没有这一条？哦，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一条。但是它如果永久不开的话，它应该把那些都拆下来了。画第二是画在这条的隔壁。我要坐旁边去吗？没关系的。我不好被踢啊。哦。这样，好像还好这边。嗯。所以你在上面要看往下，你就会说很可怕。嗯，最起码中间开始还好，但是上半部就不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吧，它只是声音大，砰砰砰这样。那里有点草的痕迹。啊。那里有一块土。啊，对，没有很厚。嗯。我不知道我的安全帽还是什么，紧紧短短，紧紧短短一直叫，你会吗？还没有。反正这个饭店没有很贵。对啊，没有很贵，就是。这个饭店的重点好像就是说，这饭店到这个缆车就是最右边的缆车，是不是？对。难道还有别缆？划不来吧？以前好像是说它有一个小小的坡度，可以溜过来。但是照大家的讨论是说，但是你要回去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回去的话，要不就划这个黑线回去。所以很多人就说啊。要我滑黑线回去不大行，这样大概就是这样。嗯，还不错哎，这个宽度还不错哎，而且是凹谷型。我觉得那个不要走到这边就会掉下来。嗯，我们也不可能走到那边，那是一定是山。这是合法的路吗？合法吧。那是那台缆车下坡爬过来的吧？那这里有一条，这条是红线吧？有联络道呢，但是那个联络道只到那里就没了。那下面还是那个山谷。好啦，我承认，有可能到那里找大高，有减速的感觉。可是这个是高速缆车呢，会很快吗？对啊。嗯，饿了吗？还不饿吧？还好，有吃饭团，也没有浪费。好吧，就地图上看，往前直走，有这里的 N 个方向都可以滑，但是往前直走的红线是最简单的一个，也就是我们刚下缆车以后，远远的有人从山上滑下来，应该就会走这里。这里有地图，看一下。拍一张好了。这对啊，这里就是我讲的。刚刚我们缆车这个滑这样，然后我说右边有人滑过来，就是走这条路，安全的。然后又绕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然后粉雪区就是蓝色的区，这样。哦。红色是进去了，叫救命，他要收你钱的。哦。啊？这里，下面这里吗？对，前面有树啊，树有树叫你，这一小块，这一小块，这一小块树的。自己责任。左下角看到没有？我们刚滑的那一道。我们往背后滑。我现在也不太知道路。我原来是想滑那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没开的缆车。对，是这个。
对，这一个，然后你可以滑到这，然后再往下去就到刚那个缆车了。然后你也可以滑到这，然后你怀疑有路的没有？我们刚刚有看树，它是让你滑。啊？到底？黄色的是可以的。让你滑，但它会救你，但救你要收钱。对，红色的话是千万不可以进去。我们前面这一道就是千万不能进去。缆车下面有这一块啊，横着过去是可以的、啊。哦，对啊。那所以现在你想走这？对啊，先求安全，我没那么大胆。对啊，蛮跳的。那就想办法回到刚刚那一道嘛。啊？有路就是有路，没有路就是没有路。有路啊，但是你要先看好路啊。看不清楚，那里为什么有个红色的网子呢？好，我大概知道了，大概这里下一半以后就往左边切。想进去吗？好像很深耶。很深啊，可以再下去一点点。好软哦。受不了了。好软哦。哎呀，一定动得了，这个坡度一定动得了啊，两个弯就下去了。你先吗？很暖欸，好软哦，脚好酸哦，很软，但是其实是我们太紧张，它的阻力，因为我们也没很快，阻力不是很大。嗯，那就下一个，再往前。是啊是啊，所以就再滑一次啊，下次就越来越习惯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从上面下了。那我喘一下气。怎样？嗯。那你帮我拍一张好了，我觉得很深欸。大概两个弯吗？啊？我要一个弯再一个弯。
我动一下，你原地我动，好，你先走吧。就出去了嘛？你可以直接出去啊，我想过两个弯。他在看选票，想到要看啊？他想到要看，刚忘了吗？我们可是第二次来做的。
所以这些人这个路应该是不行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但是我就记得在缆车最下方。这个人不行，这个人不行。横过去是可以。对，这个人可以，前面那个滑的可以，然后这个在缆车下的这个不行，他等着要被没收学校。这是不行的。这个是不行的。啊，其他滑雪场你不是还是会常看到那种在缆车下滑的人吗？对啊。黄色又红的，又怎样搞不清楚。这一块我是觉得好像被太多人滑过了，太乱了。没有，反而没有我们刚滑的那种松雪区厚。好了，除非必要，我不会走这里。是啊。对啊，没兴趣。就体验看看，每一条路都有看啊。啊，你可以的话。你要吗？你要吗？你看这个深度就看得出来了。你这太浅，就被刮的差不多了。不过，你有觉得很难转或者阻力很强吗？没有。我很讶异，这里就是很绵、很轻、很松吗？对，不是说松，我要强调的不是松，我要强调的是它没有阻力，所以我没花什么力气。这转弯不会困难。就冲出来了。很长时间转弯会。那是不是那比较厚吧？快要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现在我们这个坡度都不会停不下来啊。这是一条路吗？它很平，我刚以为一瞬间以为它是一条路。你不怀疑这里都不是路？这里是。前面那条横线啊，是一个红色的路，有压的，一直到那为止，那个柱子为止。而且这里还有灯，你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它再横过来到这为止，那下面就是乱七八糟了。所以你说危险要会掉一段的是，你中间下来的话就会那个，你如果中间不下来到那里当出发点的话，就不会碰到那里。有一个人过来。他如果直走到底的话，他坐下。通常滑这边的不应该做那个反应啊，通常。那这边就是非法的了。好像有一两个痕迹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。这是雪掉下来的痕迹，不是滑过的痕迹。断。嗯，雪崩掉了一层。好，我拿拿看。咕咕咕咕咕咕咕。要走刚那个路吗？刚滑下去的路。你要上面吗？跟刚一模一样的。那就要走刚一模一样的。你不要。可以，可以早一点就进去搜寻。前面到下去之后，就直接进旁边搜寻区。要吗？会笑。这里开始，这样，哦，这样，啊，什么？啊，我先啊，很轻松的啦，挥挥挥挥，还是我现在帮你拍一张照。这里好像雪没有很多，就这样吗？嗯，好像还好，我去下面往上拍好了，这样看起来比较多。
撤降，撤降，撤降。好，我在这。嗯，看起来不错。可以啊。应该说来到这个雪场，好像比较挑战的人比较少。想挑战的人就去滑别的雪场了。对啊。我的手机刚竟然一直在录影呢，在他已经在里面录了不知道多久了。你先把那个档案杀掉，不然会超爆。那我滑一下。那我发烫。现在只剩65%的电。还好你那头跟那个头破是一样的，是太不行了，就可以带回充。大概录了30分钟吧。杀掉它。哎呀，垃圾桶也杀哦。他花了好久杀哦，发烫哎、欸，发烫啊，发烫啊，那继续下去呢？下去啊，这样子三个弯没了，这种你有想过直直往下吗？这个太危险，没有很没办法很直。用点杖式的滑法，还蛮轻松的。转板吗？我、不是转板，是小弯弯这样弯下来。嗯、你刚刚看我几下就到你前面了，嗯、没有横向冲很远就下来了。好，这里其实已经开始可以直滑了。你的头啦！真的啦！不要，你到时候趴在水里面。你已经习惯这一小段可以直冲了，对不对？下面这一小段，哪里？刚刚你出来的时候，直冲。这一小段你是直直过来的。哦，还好啊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再滑一次这个吗？然后我先下来，我在网子旁边录你下来，要吗？不要，我滑的还是一样丑啊。只要最后一段。我先下来，我帮你。我不用，我不用。我刚要你看着我，我已经可以知道我是怎么下来的。我高坡就知道了。那我不能超过四五吧？那你看我下哦，我从下面帮你录好了、啊。不用录啦、嗯，因为这没下几下就下去了，还是录好、啊。那你要录去录，在那个人跟树林中间除以二。哪一个人？那个绿色的人。坐着的人。这个站起来这个。对，现在才刚站起来。对，就大概这个拉线过来这边。对对对对对。
好像就只是下来而已啊。我在上面就一直听到那个滑雪教练在教学，我都可以复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教那个雪板的控制，他说：“好，加压，停下来，不要驼背，然后加压，停下来，然后放松，好，往前滑，往下降一点距离，然后接着再加压。”然后他强调的是说，加压的时候不要驼背。你是说两个脚的外侧接近脚趾那边？我最近也是啊。好了，等一下吃饭好了，要不要？啊，不要吗？那等一下尿尿好吗？啊？没有饿，但是觉得好像要休息一下。因为每次都这样推一推，有觉得有点太累，还是来滑前面这一段，可能就不用就冲回来就不用推了，跳吗？好，对啊。现在我在动，有些动作我都觉得我膝盖有在抽动，很可怕。啊？什么叫膝盖抽动？骨头在抽动。毛？然后那里有
这里也有个魔毯，我你有看到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清一色都是红色外套。我刚看了一下，那边是披萨跟卡雷舞动，觉得好像是没那么好吃嘛。然后，等会查一下，这个是啤酒，大家说哪个好吃？哦，查得到吗？好啊，那等一下一下车就查，最后决定我们要划哪条线。我刚看雪场地图上的吃饭就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刚看到这个缆车旁边的那一家，披萨跟卡雷舞动，对对对，所以就不大想吃嘛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买票那个地方，就这两个吗？地图上雪场地图上画的是这两个，啊，但是那一个我觉得 hotel 应该也要有吧。什么？你要去那 hotel 太远了，划得过去啊？不是啊，那个就出来很麻烦。那就不用查了。我是看哪个东西好吃，如果他说啊，他那个超好吃的，我觉得这可能性很低耶。好，我查看。或是他 crepe 很好吃，我也可以吃 crepe， 想吃蜂蜜。嗯，我的主要诉求是想尿尿。所以那样子滑的话，就是直接滑那个啊，滑我们第一个坐的缆车回去的地方。慢吞吞的直直冲过去就是了。那不要查一下好不好吃啊？嗯啊。哎，这一个人。哎，这难道是我们上次坐缆车，在那边坐在路边的那个人吗？我要回去看高破才知道。他的觉得我们这边上下坐楼梯下去要好。是啊。这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联络道就已经对它造成极大的压力了。对呀，它变正的，有办法飘下去吗？对啊，落叶飘这样很正走，一次动一点点脚就已经下去了。嗯，就跟我们只会横着滑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可怕的瞬间是转那个弯。对呀、啊。对他们来讲也一模哦。你是说他只要低左边低右边，不用转弯？对啊，我们是要真的往下那个转弯。我以前最怕的是那个。嗯，好好放。中里咕噜妹。要。好，去右边，大一点。好，去左边。哎、欸，小。好，就停在这，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了。然后你疑问的那个缆车没开的这个两，左边不是两个 V 字形吗？一个 W 型的这四条缆车，然后我们坐的是最长这一条。哦，哎。然后左边没开嘛？我们坐的是最长的这一条。哪是啊？第一次坐，第一次坐就是最长的这一条。哦。对。啊，它旁边都没开哦。然后左边这个没开，但是最长的这一条啊，下面有一个弯，可以弯到左边去滑，然后左边全部都是绿线。然后我一开始目标就是这一个山。右边这个山，好了，开始查。嗯，我的 iPhone 只剩49%的电。哦，我有 iPhone 电。我看。坏掉了哎、欸。
今天居然完全不知道我的速度，他知道我做了五个 A 历史，但他居然觉得我最高时速只有一点。有几个？我查一下。我坏掉。我知道哪个。很多韩式猪肉排、汤泡饭、烧肉咖喱的乌台村食堂。那我觉得这个有兴趣。我看乌台村食堂在哪里？スキーセンターで二楼。でもあっちでも交差。スキーセンターで三楼哈，去スキーセンター。有什么有好吃的？有 N 家店可以选。然后它叫做野台街。对，好，那就你知道要去哪了哈。那要怎么找？走最长缆车在哪？看到没有？你不是哦，是机身塔是灰色的哦。啊？机身塔是灰色的，不是你们跳那里哦。不是这里吗？不是哦。那机身塔在哪？灰色的那一个，银灰色的那一种。啥？不是你买票的那个。是吗？是啊，因为刚我有看它上面显示啊。啊，是啊。它写拿卡拉通。那我再看一次，灰色的，对，我只看到 Ski Center 好，却没有看 Ski Center 在哪里。Grade Course 介绍，会不会是这个？那就还是在我们那个附近啊。对啊，对，不是回你早上拿票的。我很头大哎，我无法确认啊。啊，就真的嘛？如果你相信我，就好好好，那就去吧。还有一个想法就是，我的那个地方如果没有没有三楼，那就肯定不是那了。好吧，也有一点点饿。我主要是想尿尿。牛总，你要平安的下去就好。我可以进去啊。我觉得这里算是 OK OK 的。我很快就会下去啊。不用，我们没有赶时间。也不是赶，我是说我觉得安全的方法。哎，你等等。换我帮你录。
我先下去。但是雪很松啊。你看我蹲多低，很安全。撑了很久，跟了太久。好，很慢啊。嗯，你有看到刚刚我在做什么吗？那你看，我看到我坐下吗？有啊，你可是没办法，我摔倒了。你知道我那个快要坐下之前的 pose 是什么吗？这样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然后我已经快坐下，然后这只脚已经悬空了，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撑撑撑撑撑，最后实在撑不住就。为什么要一只脚撑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这只脚已经是我的着地脚了，我这次再下去的话，左边这只脚可能会抓不到地上。然后，因为我可能害怕某一个转弯已经后座了，后座的话就重心跑到后面去了，就拉不回到前面了。好，你要我帮你开吗？不用啊，这里已经很短了，直接就出去了。对，这里滑到了松雪。还蛮熟的啊。嘿啊。嘿啊。你肉没熟，我怎么滑看？吃完饭再去啊。其实是我比较比起吃饭比较想尿尿。
板啊，这是地啊。右脚传球，右脚传球。啊？因为我们还有颜色系成灰色，第二组是紫卡妹，只要框是灰的。哦。挺拍摄，拉直一点再把它靠回来。那里有在上第一课的台湾人，第一堂课的，那里有刷子。教练教学，先教平地僵尸步。糟了，教练讲蛤，要打架了。哎呦呀！我也是像平常赶车子一样。不错嘞，雪场还有刷子。现在标准已经降低了，已经放到没刷子的雪场。